头皮不舒服啊，头皮不舒服啊，我看到那个非典在那个三峡大坝附近和桥之间呢在飞行呢，它这样飞啊，哇，划过去，哇，划过去，哇，划过去了，以大坝上空为中心，往周围往大桥方向划下去，哇，哇，哇。这样呢，让形成那个一个缝啊，让桥上的人，让桥上的人感觉到缝，而这个缝呢，又与大坝之间，这个就提醒人们呢，提醒桥上的人们，非得要拆除大坝了，因为大坝那边上面啊，无关人员是不让走的啊，无关人员不让走的，所以那边很少有人。能够感觉到风的问题，那么只有让那桥过桥的人感觉风很大，风雨飘摇，风雨飘摇，风雨飘摇啊，让人家感觉到那个风雨飘摇啊，所以呢，非得在大坝与桥之间快速的回到，让人们联想到那个大坝，联想到大坝，让桥上的人。联想到大坝啊，然后就这风啊很大，他们之间风很大，就是风雨飘摇，风雨飘摇，要外星人不要要拆那个三峡大坝了，咱不要拆三峡大坝啊，在向人们预告啊，这个在向人们预告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